《流浪地球》在国内院线下映的同时，于四月十八日在韩国上映，于五月六日在 Netflix 上线。作为一部代表中国最高商业电影水准的影片，《流浪地球》在这些海外平台上映后的表现可谓褒贬不一。先说说它在 Netflix 的表现。Netflix 中文译名“王菲，是全球最大的在线流媒体播放平台，虽然它以播放英语影视剧为主。 但早在春节期间，他就盯上了中国电影《流浪地球》。毕竟，《流浪地球》自二月以来风头太劲，早就惊动了对中国科幻片充满好奇的外国观众。五月六日，《流浪地球》正式在 Netflix 上线，全球付费会员均可免费观看。这部来自中国的科幻电影也立刻引起了许多网飞观众的兴趣，只不过评价上却比较一般。 后台评论里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好评，大概因为它是免费的，所以国外观众对它并不太重视。而见惯了好莱坞重工业科幻大片的欧美观众，又喜欢将它与《星际穿越》《地心引力》等大片做对比，自然难以符合他们的预期。有网飞观众直接表示根本看不懂地球为啥要流浪。不过这也好理解，因为美国观众看非英语电影很少。 他们不太习惯看电影时像我们一样看字幕，而且《流浪地球》开场时有大段地球流浪的背景介绍，字幕出现的太快，大概翻译的也一般，所以才引起国外观众理解电影时的困难。不过和网飞上的国外观众相比，我们的邻国韩国人民却对《流浪地球》喜闻乐见的多了。早在二月份，《流浪地球》还在国内春节档热映时。 韩国已经开始关注这部中国现象级影片了，不过有些韩国网友的评价并不友好，直言中国人拯救地球的电影肯定是烂片。不过四月十八日《流浪地球》在韩国上映后，那些韩国喷子全部闭了嘴，韩国观众对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十分喜爱了。有韩国博主特意拍摄了一个小短片，讲述了他们到电影院观看《流浪地球》的观感。 以及网络上韩国网友对这部电影的评价，他们说韩国网站对《流浪地球》的评价很高。有网络影评人表示，《流浪地球》惊人的想象力和 CG 技术把我迷住了。而他们在小短片中更是表示，我们强烈推荐《流浪地球》。不过，相比于国内吴京因为《流浪地球》成为热门人物不同，在国外他完全没有人气。 根本没有人在讨论这部电影时谈起他，即使有，也只是简单的提起他曾是《战狼二》的主演。而相反地，在《流浪地球》中饰演王队长的李光洁，却因为其俊朗的外表吸引了国外影迷的注意。有国外网友说：“因为在《流浪地球》里看到了这个英俊的家伙，所以虽然感觉这部电影离《星际穿越》等片差距很大，但自己还是给他打了八分。” 可以说，国外的女观众和国内的女观众一样，都是十分花痴的了。和吴京和屈楚萧不同，李光洁似乎并未在《流浪地球》的国内上映中沾到什么光，在国内的媒体报道里也基本看不到他。大概是因为中外审美不同，中国观众喜欢年轻小鲜肉，而西方观众则喜欢强壮有型男。这也导致了影片在海外上映后，他反而成了最受关注的人。 你对《流浪地球》海外上映褒贬不一有什么看法吗？李光洁战胜吴京成为最受外国观众的演员，你认同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切磋交流。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，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，请订阅，谢谢。